不会。咱台湾民间所谓的模型的概念，它会捉弄人。哦，你迷路，一里水沟捞，哦，你家己去吃草，对不？哦，你看什么？它会捉弄人，但还不至于会害死人呐、啊。哦，这是模型的概念。哦，模型那个鬼不干啊，它是精灵啊。那台湾的鬼呢？啊，有一定的形象。哎，台湾的鬼，哎，台湾的鬼，哎，它是夜行性动物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才会讲什么鬼在做日光浴嘛。因为白天的时候出来，它会融化掉，哦，所以呢，怎样，对不对？从暗时要出来，对吧？所以闹鬼一是晚上，第二个呢，他都穿白色的套装，对吧？哎，这些，所以我们台湾的鬼是有穿制服的，白色制服，啊、哦，我们叫绣名制服，我们知，哦，哎，那条会讲鬼穿什么晚礼服啦，哦，迷你裙啦、啊，哦，都没有，一定要穿白色的套装，啊、哦，不然披头散发。对不？啊，想少少用个嘛，嘿，拢查某长长嘛，对不？嘿，安尼唔拢查某个，啊，查某是拢查到底，可能查某变死，查某变鬼，是这样子。这个有性别歧视吗？还有吗？好了好了。